凯英呢？凯英，凯英在哪里？凯英，哇，你敢笑我？我管你，你要请我吃饭。吃饭还可以，有鸡饭啊，那吃那么棒了，还是你要吃叉鬼条？我最喜欢吃是自助餐呢。好，因为来到 Skyline Square， 其实它有很多的餐馆啦，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Champagne Brunch， 不要说没有，老干一下，你压压惊，我带你去吃早餐。这样子才对。